现在才有在闪呢、欸。啊，所以刚都没录啊、喔。对啊。刚不是叫你让我开了吗？然后我还跟你讲说，哎、欸，怎么都没有叫。啊，是哦，你有说怎么都没有叫吗？我就跟你说，那你刚刚不是才讲了这一句吗？说这个卡片比较保险还是什么的。然后我就忘了开了，换了卡之后就忘了开了，是吗？我不记得啊。换了卡，我就请你说就帮我开了没？所以现在才有在录吗、啊？对对对，应该是啊。没有，我以为开了，所以我才说，哎、欸，现在看起来都好好的。我是已经完全忘记了。我就你放好卡，我就跟你说，就录录看看它有没有正常嘞、欸。我没有回应啊，我没听到还是怎样？融了。那不就很早以前就没有录了吗？是啊，上一次吧。明明就是站在旁边弄半天弄上去的，对啊，至少两趟，两趟了、哦，我不记得，那已经是上上趟，那已经不是上一趟了，是哦，嗯，好冷哦！现在是正面风，我冷的部分从眼睛到脸到下巴，脖子。后脑也有一点点。好冷。因为就算去穿衣服，也要全部脱光，然后再从第一件开始穿，太冷。我决定明天我一定要穿四件。嗯。嗯，但是明天好像是气温高于一度的。啊，是啊。嗯。暖气团来了。知道啊。高于一度，这样不是不妙吗？我们上面这里是安全的，我是说，下面不就不妙了吗？高于一度。但是我看预报好像是有一点雪。我知道问题在哪了。我刚从餐厅出来，那个背包没有拉紧，所以它绕到下半部，所以才会到夹进那个空间，然后才弄破。之前都没这个问题。哦，好吧，缝好以后都要拉高一点。好冷。你练你的啦，你不用管我。我就脚都在痛，也滑不好。有乌鸦在飞，两只，那是乌鸦吗？还是不是？没有在叫。人家是候鸟，误会它是乌鸦。黑色的。好冷哦，好冷哦！
餐厅里的物消了吗？嗯，最下面比较低一点。好冷哦，好冷哦。明明就有太阳，但是我就是一直觉得好冷。我现在已经感受不大到太阳晒的威力。好冷。我的手臂也觉得风吹的部分很冷。请抬起安全杆，做好下车准备。好冷，好冷的。下车点。